H Salon 经过上次事件后，生态系产生了变化。老鹰对猫相当失望，取消了他所有 VIP 的常客，同时他拉拔孔雀强压猫与兔子，给了犯上的猫一个下马威。这位客人也交给你哦。好，请坐，来这边请。在那时候，孔雀与猫相安无事了好一阵子，直到那天，老鹰突然把大家给叫了过去。给你吧，谢谢。老板早，先出来吧。大家辛苦了 ，Rainy， 是新分店的设计师问了吗？嗯，都问的差不多了。新分店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年后我们 Rich Salon 会开一家新的分店，我会去那边接手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两个处理，霍一个。总之，我过一阵子会决定这件事情。现在下班吧。早，早 ，Vicky， 嗯，谢谢你借我护手霜，还有，对不起，之前对你那么坏。哦，没事啦，反正 Cat 不就说了吗？事情都解决了，那就别在意啦。对了，伊宝办公室常用的香氛蜡烛好像用完了。他今天生日，我有帮他准备，可是他好像换过味道，我有点闻不出来，你可以帮我闻闻看吗？哦，好啊。没有味道啊。我记得他之前是喜欢果香，所以我准备了这个礼盒。这个香氛礼盒里面有三种果香，应该不会错。Roy，好，你等下可以帮我拿进去吗？我怕等下一忙就忘记了。好啊，那你先去忙吧。谢谢。Vicky， 吃饭了。谢谢。哎，你这个袋子是什么？这个，啊，这是要送给伊娃的生日礼。你以为买礼物送伊娃，他就会让你当店长吗 ？Why not？ 你不也买了吗？就是因为知道你会送，我能不先准备好吗？但我觉得比起这些礼物，技术才是最重要的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在吵什么啊 ？Rainy， 是刘姐郎里面要染发，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老板。在韩国现在最夯的水桶包，是我特地请朋友从免税预购网预定下来的哦。生日快乐！这颜色是你在用的 ，Boss。我看你平常都是用这几个牌子，这些啊都是独卖品，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的哦。Hope you like it。但你知道这不会影响我的决定。Sure， 我只是想要为了上一次的事情啊。向 boss say sorry。喂 ，Cat。
Cat， 嘿，刘姐之前都是你在做，她比较习惯你。你处理一下，我晚点回来。竟会使些小手段，恶不恶心啊？我？你自己不也有买吗？要送别人礼物之前，先好好观察人家到底喜欢什么，不要少人家帮忙，就什么都不会了。你，我帮你拿袋子吧。Vicky 啊，你要不要来当我助理？Roy， 走。拜拜。Boss， 刚刘姐她。你们是谁经过我办公室的？是我。放那个东西做什么？那是肉姨叫我放的啊。放什么？不是你说你有准备礼物要送老板，早上是你进去放的吧？不然，调监视器画面呢？如果 Vicky 没有做，也可以还他一个清白。请看。你们弄我弄的还不够，现在还想欺负 Vicky 啊？我们谁 ？Vicky 自己拿香氛蜡烛进 Boss 办公室，新人应该不知道 Boss 一点都不喜欢果香吧？如果连这种小细节都没有注意到的话，要怎么替 Boss 当店长？什么香氛蜡烛的？老板，你不是在说？我当然知道，老板不喜欢果香啊。店里的法品几乎都是淡花香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果香产品。但是 Zoe 却拿给我果香蜡烛，还叫我自己放进去，这不就是一个陷阱吗？我是进去了没有错，但我是放了别的东西。难怪你那个时候急着帮我拿纸摘进去啊！要是我的助理这么聪明就好了。Vicky。还没有回答我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为什么要放那个东西在我桌上？那个啊，赵雅，你难道不想要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吗？你可以进去帮我拿出来吗？这个香水。你以前当设计师的时候，不是最爱这个牌子吗？你以前为了要跟妹分享，不是都会特别到机场买免税独卖的礼盒组吗？哦，你该不会忘记妹是谁了吧？那个以前最照顾你的妹啊，因为你的个人失误而被迫关店的妹啊。你到底是谁？她可没有忘记你喜欢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你想要见见她吗？渐渐